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了？我早就嘎出苗头来了。你一直瞒着我？对啊。啊，不，我想我都能嘎出苗头嘛，你肯定也嘎出来。侬要死快来买来听啊！侬结婚，侬瞒了我一家头是吧？你瞒着我，你想瞒到什么时候？你想瞒我到他们俩领了结婚证以后才告诉我是不是啊？侬厉害，你会演，哎呀，你有本事。我以为你也嘎得出来。侬开心干啥？侬好吧，侬开心玩。完了。心里不平衡了，他怎么能比我知道的晚呢？一会儿他厨房去啊，没事，我去劝劝他。姚总，小嘴挺能说的呀。是不是说太多了？没有，说的刚刚好，诚意很足，家底也很足。那阿姨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我就这么找你们嫌弃吗？啊，你们一个两个都瞒着我，完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。你别紧张，交给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先坐好。我这么讨厌吗？你听我讲，方慧姐也没跟我说过，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我才。发现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，不过你这个脾气你自己也知道的。我什么脾气啊？炮仗，一点就炸。炮仗啊！我是炮仗，杜德华，我连炮灰都不如，好不好？炮灰还是个灰，我是灰吗？我连灰都不如。什么炮灰？这不搭嘎的。哟，文文，你有话跟你妈说啊？嗯。阿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不是炮仗，肯定不是炮仗啊！妈妈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。其实我跟志明的事情，我是想等时机成熟以后再告诉你。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吧，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我向你道歉，是我做的不好。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用道歉，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。怎么可能不跟你商量呢？你是我妈妈，你的事情也要妈妈知道并且同意呀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嗯，想好了。你真的了解他了？妈妈，志明是一个面冷心软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，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软，很善良，对谁都好。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，特别的有责任感。每次当我遇到难题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是他站出来帮助我，默默地守护我，给我温暖。最主要的是，妈妈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，好幸福。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，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？
好。妈妈相信你的眼光，相信你的判断能力，啊，多好！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妈妈心里踏实了。妈妈相信你的眼光，相信你的判断能力。哎呀，多好！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妈妈心里踏实了。什么造型啊？你把我衣服全洗了。哦，所以你就披着这个被单出来了？不然呢？光膀子上电台吧？那看来是个好信号。什么信号？给你做饭，给你洗衣服，那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哎，听起来不错。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不过可惜了，我之前跟毛毛幻想，如果以后我们赚到钱，就去夏威夷海滩上躺一天，然后看肌肉男。现在是海滩也没有，这肌肉男还什么都看不见，没意思。难怪你不叫能开饭吗？你干嘛？嗯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别过来啊！嗯？别过来！你好坏。你正在假期，啊！哎，你妈妈现在都学会敲门了，敲，早就会敲门了。你不在家，时间多。我，你在不在家，我都先噔噔噔敲一下。哎，宾馆服务员不都这样吗？文明礼貌。对，那橘子，很甜很甜的，给那小子尝尝啊。妈妈，你搞错了吧？他在楼上呢。别装了啊！哎，你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明明，嗯，以后走正门啊，不要爬那个软不拉几的那个梯子，那上去了晃来晃去的，多危险呐！那万一摔下来，摔残了，摔废了，怎么进我们买家门的？害得我还是要伺候你的啊！听到没有？我妈是让你吃橘子，别在这摆造型了。妈妈，摊牌了，我也终于拥有幸福了。所以你是哪位啊？一个叫明明的肌肉男。嗯，听起来怎么都怪怪的。等会儿你就不觉得奇怪了？你好干嘛？明明，十点半了啊！吃了橘子，马上回自己的屋子睡觉啊！哎。最多再十分钟，听到没有？十分钟啊，钟看了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
呀，坐好了，来了，看我这个扇子，扇子怎么样？对，很飘逸。哎 ，Miss 六 ，Miss 六，哟，啊不，亲家母，你是来约我谈婚期的吧？那个谁，我今天啊和你说句大实话，你儿子明明呢真是个好孩子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孩子有你这么一个爸爸，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。我有你这么一个亲家，我心里头也是不爽的，但也没办法呀，谁让我女儿喜欢你儿子呢？这就对了嘛，只要儿女喜欢就好了，对吧？哎，不过你儿子在我面前打过包票的，结婚以后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明白的啊、哦？你懂的啊、哦？农历的请啊、哦！我儿子这么听你话的？那当然了，我平时对他也好啊，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，你尊重他了，他也尊重你了呀，对吧？哎，那。你教教我怎么跟孩子相处啊？啊，这个问题是吧？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经验，我有资格讲讲的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想要天伦之乐，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，对吧？以身作则，做出好的榜样来呀。有什么缺点马上改啊，对吧？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啊，要不然我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？懂啊？懂懂懂，你说的我全懂。亲家母，那你跟明明说说，让我再多留几天呗，毕竟我是他亲爹，我还得参加他婚礼呢，是吧？啊，他的婚礼你不好去的啊，你不好去的，不好去的。哎呀，你想想啊，那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多人，人家肯定要议论你的呀。哎呀哎呀，说他爸爸做过老大，什么前科呀，议论起来还这么没面子的呀。啊，那要不这样，我帮你在明明面前去说说，让你多留些日子啊。这位啊，最近很多顾客反映你们房屋部的那个花式毛巾叠法特别有意思，是你弄的吧？嗨，我就是顺手培训一下。哎，一会儿咱们去验收一下新升级的智能套房，如果好的话，下周就通。哎，姚叔叔，姚老先生好，那个麦子我先去忙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，哼着歌进来的。儿媳妇就要进门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喜事儿？你和志明的事儿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好大的力气，好大的力气，才把你妈妈给说动的啊，你晓得哦。哦，原来是您干的好事儿啊！不是我还能有谁呀、啊？我现在这个未来公公呢，就等着你们给我敬茶了。看来姚叔叔不准备回欧洲了。回欧洲干嘛呀？不回，儿子儿媳在这儿。天伦之乐在这儿，我呢就打算长长久久的住下去了。哎呀，春花啊，啊不，未来儿媳妇儿，你看我这身行头有点旧，这以后订婚呀、婚礼啊，这上不了台面。你和志明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逛逛街呗？其实我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呢。行，那这样。您先逛逛，如果有喜欢的先买下来，我到时候给您报销。叔叔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去忙。啊。哎哎，小贤，来来来来。啊。你听到了吧？我现在可是你们老板的准公公。啊，恭喜啊。那你得表示表示啊。我刚才听说你们那个什么智能房间升级。你给我升一个呗。不好意思啊，姚老先生，这个我得请示一下麦总。请示请示，房间升个级，你们麦总会不同意的。啊，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待会儿房卡弄好了给我送上来啊，就这样了。姚老先生这边请。
姚老先生，这是咱们最新的智能套房，这是房卡。嗯，好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，您随时叫我就行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姚老先生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这大白天关窗帘干嘛？你好，欢迎您入住新安里花园酒店。你谁啊？我是智能服务系统小智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把窗帘打开。好的，音乐已为您打开。什么东西？麦成欢，你来的正好。什么智能套房，马桶冲不下去，大白天窗帘关得死死的。小智，关下音乐。好的，主人。小智，开窗帘。好的，主人。可以了，姚叔叔，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用这些个智能的东西，你还让我住，你是故意折腾我是吧？落井下石。杨叔叔，这个房间是您自己要升级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，赖不到我头上的。走走走，早晚被你气死。我好不容易出来，这个房间你看比监狱还可怕。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！你太恶毒了，你！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让我儿子跟你在一起了。姚振明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帮他，他自己一个人打落牙齿吞到肚子里才走到了今天，可比您今天困在这个房间里难多了。现在您就因为这么点困难就大呼小叫起来了。你是替志明来唱黑脸教育我的是吧？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靠谱，害苦了一大家子。可要说我对儿子不是真心的，我不希望他好，那是冤枉我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的改，好好的过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。姚振明那么小的时候，你就离开了他，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父子关系。哦，如今你想回来就回来了，想享受天伦之乐了，那换做谁，都应该不会答应吧？姚叔叔，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，想要靠近他，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。比如从换一台新的智能手机，融入新的生活开始。智能手机我不要，智能套房还没弄明白呢。刚刚您才说想为他好，想要改变，连换个手机都做不到吗？有了这个手机，您可以注册一个微信，不光可以联系到他，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，这样一下子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就拉近了吗？不是，这个太难了，我真的不会。您之前不是说让我们给您换个行头吗？那这就是第一步。您不会没关系，我教您，慢慢来。蹲了15年牢，真的什么都不会。我要怎么样做，志明才会相信我是真的在改？我以前也是，什么都不学。
就会享受。就会享受的话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擦干净，判断许家的好坏，这边都是摆放整齐，除了要品它的味道，还要看它的燃烧。这样摆，燃灰，燃灰，燃白。杨叔叔，练得怎么样？还是说不好。没事儿，这只是预演，您不用紧张的。我是不想紧张，但是我越不想紧张他越紧张啊。这样，您写的台本呢我已经都背下来了，如果到时候您紧张我给您打配合怎么样？能行啊？能行。姚叔叔，您看到那棵树了吗？姚志明跟我说那是他小时候自己种下的，上面还刻着他的身高，您就当您儿子在那看着您呢，为自己的儿子努力一把。那咱们再来一遍。好，我给您起个头啊，燃灰白如雪，烟草卷如痂。没错，好的雪茄就是要看它燃烧到最后才能判断出它的品质。嗯，还有要配上红酒，这样才是完美的人生。太棒了，不是说得很好吗？那您继续练着。哎，好嘞好嘞好嘞。燃灰白如雪，烟草卷如痂。看看，姚仁富再就业项目怎么样？他整天除了吃喝玩乐还会什么？我本来就想在酒店给客人做一个品鉴沙龙的，他不是喜欢享受吗？那就把他享乐主义发挥到有用的地方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可要注意，千万别被他老奸巨猾蒙蔽了双眼。放心吧，我可是一点都不想劝你原谅他啊，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我给他结了日结工资，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考核，你说了算。让你委屈了。这有什么委屈的？我跟刘女士相爱相杀这么多年，和父母相处我比较有经验。走了。志明，麦总，我干的还可以吧？嗯，不得不说您对享受生活的这个钻研啊是这个。志明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啊，不，这回不用你钱，我有钱，我有工资。那就吃顿饭呗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叔叔，他去。上海有宝箱，本帮鳝丝，葱油梅子鱼，红烧肉，松鼠桂鱼。好，就这些吧。好，稍等一下。你点那么多，吃得完吗？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吃个饭。就想让你多吃点，吃好点。无所谓好不好，你进去之后掉在地上的饭我都吃过。爸现在有工资了，就想你吃顿好的。也是啊，以后都长这么大了。你小的时候啊就一点点大，我把你抱在手里的时候心里想说，哎呀，这孩子长得跟耗子一样丑死了。而且你那个时候特别爱哭，从早嚎到晚，那几年我甚至有点怕你不想回家。你妈妈怨气特别大，我更觉得是因为有了你才导致生活所变，所以我找各种途径发泄，后来才变成那样。姚仁富，我来跟你吃饭是看在麦承欢的份上，所以你没必要再跟我说这些。是得谢谢承欢。
哎，我懂啊。想要重新开始，怎么可能一步到位呢？对吧？慢慢来。哎，儿子，我带了好酒，咱喝点。等一下。这酒你在哪买的？我从一个朋友那儿拿的。我应酬多，送的都是这酒，你这酒一看就是假的。哼，又被骗了。我也不是老糊涂啊，我是一直糊涂。不然家底儿也不会被我败光，你妈妈也不会，都是我造的孽。所以我现在回来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万一你能原谅我呢？什么需要？保存的酒拿来。好的。儿子，你放心。等爸爸挣了钱，给你备一份大大的彩礼。你干嘛？医院拍照啊！不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吗？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看这，耶耶！杨志明，耶耶！来了，张爷。崔叔把你爸爸安顿好了，他喝多了以后还在嚷嚷高兴，看来你俩这顿饭吃得不错。开心吧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在这边草坪，小时候我爸也带我玩过。那看来你跟你爸爸还是有很多欢乐记忆的嘛。这顿饭吃完，对他有没有一些改观？很多事情，对与错，好与坏，发生了就是发生，没办法改变，也根本不可能相互抵消。所以，我永远无法做到开口原谅他。嗯，不原谅也行啊，那就翻篇吧。翻篇？是啊，我们这一辈子互为父母子女，谁也没有经过谁的同意。但血缘这个东西呢，就甩不掉。合家欢乐固然最好了，再不济，互相给个面子，相敬如宾，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吧？
我怎么感觉你一做很有心得的样子？那当然了，我是谁啊？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一直梗在你的心里，我希望你开心点，往前看。好，听你的，只要他不搞事情，我就不找他麻烦，客客气气地过下去。这就对了嘛。高宝。我已经写好了，到时候我发给你过一下。每个嘉宾的专访内容啊，我已经跟各大的 KOL 确认好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正面提及咱们这个新案例的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好宣传一波啊。好嘞，好嘞，陈婉姐，拜拜。姚老先生，其实有件事儿啊，想麻烦你。咱们新安里过几天要接待旅游节的嘉宾团，那嘉宾团里面其中有一位明星啊，我侄女特别喜欢他，所以就想找您啊，要一个现场的工作证，到时候让小姑娘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。周秘书啊，见偶像就见偶像呗，你要工作证干嘛？不会是张总要干什么吧？哎呀，和张总有什么关系啊？刚才都和您说了，是我的侄女，就是想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。大家都检查一下，过两天代表团入住，房间里的所有布草用品都要把咱们酒店的 logo 正面露出。仔细一点，这次接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还有。负责接待的员工按人头发放接待工作证，这部分同事呢接受过培训，在接待期间如果有应急情况的话，可以跨部门处理。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好，加油！啊，大家辛苦了，姚老先生。小钱，来，叔叔请你们喝下午茶。谢谢姚老先生。哎呀，那么客气，这段时间你们对我照顾的不要太好、啊。来，小姑娘拿着。谢谢。叔叔给你们买了一点乳酸菌。听说现在年轻的小姑娘们都爱喝这个、啊。来，快喝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姚老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次的套房换的还满意吗？满意，不要太满意啊。我说怎么麦总那么喜欢你？但是我在想啊，既然是自己儿媳妇的地方，那我是不得体验个遍。所以，要不你再给我换个房间，我住住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姚老先生，这两天呢咱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接待，等过两天过了这一阵，我优先给您安排，您看可以吗？没问题啊，过两天反正我又不走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哎，孩子们，这儿还有点心啊，快快快吃吃点心啊。好嘞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、谢谢姚老先生。哎，快啊，吃。行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别客气别客气啊，谢谢姚老先生。哎，工作证拿到了怎么给你？
朴叔叔。哎呦，陈欢，怎么样？房间住的还合适吗？合适，很合适。嗯，那就好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哎，姚叔叔，这边是我们宿舍，您房间在前面呢。啊，你们这儿太大了，我迷路。没事，那我就带您回去吧。这边。啊。对了，昨天您喝多以后，是志明把您送回去的。我拍了几张你们的照片，我现在发给您。您现在会用微信了吧？嗯，直接点击保存原图就能收到了。看到了吗？哎呀，这丑态让你见笑了。怎么会呢？跟您说个秘密，之前姚志明喝多了，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推回去的。他学我。哎，陈欢，最近挺忙的吧？啊，主要是后天我们有一个接待，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评选到十大特色酒店。哦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以后，邀请叔叔去我们家一起吃个饭。你们请我去你们家里吃饭？是啊，不行吗？虽然我跟志明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早就把他当成一家人了。您是他的父亲，自然也是一家人。嗯，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是这么想的呀，她特意交代我了，说哪天大家不忙，一起回家，我们一家人热闹热闹。一家人热闹热闹。叔叔，前面第二间就是您的房间了，那我就不送您了。哦，不，我认识路了，谢谢啊，陈欢，谢谢谢谢。别客气，有事您叫我啊。好好好好。和各大活动流程我都确认过了，没问题。客房也按照官方接待标准布置过了，也没问题。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我都核对过了，都没问题。有你在实在是太好了。崔叔，麻烦您明天呢就负责调度，还有支援各个部门。毕竟明天的客人很多，不要影响到酒店的正常运行。好的。其他的就没什么了，大家再捋一下明天的工作，就赶紧下班回家。好，嗯，拜拜。那么走啦。姚总怎么啦？杨总，晚上回家吃饭吗？我正在买菜呢。不是吧，姚志明，你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菜市场。今天可不一样，今天可是有名师指导，你爸妈都在呢。行，那我今天早点回家，那你好好跟我妈妈学。拜拜。好。对啊，哎，你别看买菜啊，里面学问大了去了，以后跟你阿姨啊好好学学啊。哎，妹，我跟你说啊，买菜啊，你看像这种，你看这些花都不要，都摘掉。像这种菜，你看这些都要摘掉的，这回去不能吃的了，轻好多嘞，哎哎哎，对吧？这个，哎，哎，妹妹，要不哪一天叫你爸爸来家里吃个饭？那个。没关系的呀，毕竟是父子嘛，他也挺可怜的。好，那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好，要不就明天啊，明天欢欢说有个大活动，弄完以后就回家休息的。明天
好。哎呦，没事吧，阿姨？老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可能是那天出去跳舞淋到雨了。哎呀，年纪大了啦，一风吹雨打就会不舒服的。阿姨，叔叔，我前两天帮你们预约了高端体检，正好去检查检查。高端体检？哎呦，我们那得花多少钱呢？明明再有钱，也不能乱花钱，要省着点啊。花都花出去。哦，花出去了。阿玉。小姚也是一片孝心，钱都已经花了，咱就不要辜负他。是啊，你们身体健康，我跟陈王才能放心，才能好好奋斗。好的。好那个节子药啊，来，叔，我来，我来，塑料袋啊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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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先去。阿姨，今天做什么菜？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。这道菜最大的功效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，我是第一次做妈妈，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，没有按时吃饭，忙碌不是我的错，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，你的嘘寒温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，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，不担心的人啊一定不做妈妈，我知道全知道很是我心疼啊，请放心让我前往属于我的人生吧，你那么勇敢善良我很想你就不怕，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，那一天我们会深深像溪水环游世界，拥抱回他出生的河流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。我知道爱会争吵，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。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，穿过拥挤的车厢，回忆的滚烫，吹着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，我就有路回家。我的孩子啊，请相信自己。